我是肉做的，我唔是铁扒的。啊，唔真用，唔真熬，敢会听？你为啥愈想要去？你是安怎脾气唔听话啊？做事也甲大人拢同款，愈危险的所在愈要去。我若这歹命做你的姐姐。 你不如叫我歹管，我看过遐尼啦，提一条锁，甲你卡出两百块钱。太岁啦，啊，都可怜我好命，前世人我也收好运，这世人好像投胎做你的小弟，互你关心，互你照顾，互你管啊。我根本管无还，也足奇怪。 我明明大你无几岁，我未输甲恁老母同款。你看，我头毛是唔假个。无啊，我是唔是唔够水个呢？长姐如母啊！ 你伫我的心肝啊，都亲像妈妈共款重要。听来讲好听。今仔日是我永远的晚课。姐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过，感情哦，无可能永远拢遐尔顺利啊，总是会有波折。若波折出现的时阵啊。 都一定发脾气的时阵啊，有那是人，不是真。因为我跟如萍要结婚啊。真是嘞，公公医师有答应啊？当然答应啊，我这里有收着，伊都惊我走去哦，就给他拜托我，叫他跟传如萍结婚，好生出来。 但唔过，可以说真正答应我啊！哎，你之前安尼浪流连，我替你足烦恼的。想不到你竟然要结婚啊！我相信，在天之灵的爸爸妈妈一定嘛感觉足欢喜。 二十几年啊！ 离开这个家，我即马总算会当正式用单机的方式，光明正大，我倒来这所在。我等来。 七条。
志亮。你真正是志亮。看我，你哪拢无予我知影，讲你搁活呢？你敢知影，这么侪年来，我活尔啊想你，我也是真是过到活尔啊艰苦，我逐天拢真想你，我一直怪我家己想无甲你照顾好势，唔才让你发生意外。安尼，我是要来面对咱的爸爸妈妈。志亮，既然你平安无代志，是你拢不记，我是你阿姐，你啥物安尼对待我？你想要对我安尼担心，你看我啥？你看到我只有过这种艰苦的，为什么？讲啊！啊！我真正对不起你。你做伙面对，你敢知影？我亲目睭看你抱来靠靠的时阵，你心外一切，我所有所有的未来，希望我对你走啊！我听到你的梦中。你敢知影？我梦到你，突然讲，人讲讲，
切，어떡해요엄마 차라리 평안 받아야지 선물 그래야 민가 좋아 허스 영화 쇼시 성지가 내 때가 들어야 와신 고비 염가 와 진짜 쇼가 이건 배우 태하대 와신 날 와 태하대 와를 꺼와 我还治疗等啊，你真正平安无代志等啊，你等啊。我无想到，我个等啊，这次拢是天公伯安排，给我等啊结婚啊。因为高哥来开饭，我考虑有三台，一直对你阿兵，我实在无得个吞忍耐呀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来解决有三台。阿哥，我可不敢跟你相认，我给有三台。那在我个话里，我辛苦别人都会无恙，尤其是如冰。我来这里讲，讲我大个无恙，并不是我知影讲你人个好好话哩。我是等起了。我是等你放手的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龙，我回来啊！我是陈志龙，我回来啊！好啊，我看到你大声声在厝边隔壁出来骂人。别紧啊，姐啊，我嘛真怀念厝边隔壁的人啊。较早我就是上过懵懂啊。常常做一挂唔对代志哦，我妹，我早就关心啊。就是感觉安尼啊皮，你阿个，不管安怎，你老是关心我对我多不干。完全不敢看。如霜哥，比你想的还严重，鬼面拢变啊！严哥，你干啥变？还是你？因为你老是想变大。但求我兄弟，但是你，我亲，我知道没有？身高这么矮，一旦我来上班，所以不管我写出什么款。有是你的兄弟，不是你永远不是我最爱的兄弟。